综艺感大爆发，萧煌奇，下次换我开车载你们主持。图片授权提供 Web TV Asia。果然姜还是老的辣。一开始萧煌奇想要打歌时，主持人罗文玉决定让他挑战歌曲接龙，三个人轮流唱歌，用最后一个字来接下一首。最后罗文玉被萧煌奇考倒了，接不下去，让萧煌奇顺利打新歌。无声的约束，深情的演唱也让网友们回应好有感情，好好听。萧煌奇接歌达人，连这个字都可以接下去唱。图片授权提供 Web TV Asia。萧煌奇在车上也不停和两位主持人搞笑，甚至脱口而出下次换我开车，让主持人不知所措。随后萧煌奇带来经典的歌曲阿妈的话，并讲述了当时创作这首歌时是因为经历阿妈的离开，也说到小时候与阿妈一起去菜市场杀价的故事，最后带来末班车做一个完美的 ending。 想看更多精彩片段请搜寻 Web TV 观看节目。